Knee-jerk reaction is fight or flight. First sign of color, I run and hide. But you came like rain on a summer night. And I think you're rewiring my mind. I've been taking cover under my skin. But I wanna step outside and take it all in.Baby, it's like a light storm to be yours. Thunder crash until the sky's torn. You're like a light storm, a light storm.大家好，欢迎回来。昨天我们没有更新视频，因为我们全家被困在家里面，外面刮风下雨，哪里也去不了。今天早上还下了很多的雨，现在雨刚刚停，我们来菜地里面看一下台风对菜地有多大的影响。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苦瓜了，这是秋季的苦瓜，虽然说长得没有春季和夏季那么旺盛，但是也结了很多的果实。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苦瓜的果实被风给吹断了，掉在地上了。大部分的果实都还在藤上，这几天也能够摘了。我昨天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些豇豆。这些豇豆是我三天以前引蔓上架的，它们长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我就很期待它们会有很好的收获。我呢一直都想测试豇豆在我们这边秋季的时候能不能长得很好，这是我最后一批的豇豆了。如果这一次台风把它们打掉了，那么我就错过了整个季节。不过好在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看到豇豆的那个藤状态还是很好的，就是有一些藤已经被风吹得偏离了麻线，这个问题不大，我待会就会把它重新绕起来。这里这个扁豆啊，经历了两次台风，伊恩和尼克两次台风都已经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这次台风的影响没有上次那么大，你看藤上面的果实还是很多的，只不过呢在藤下面你也能看得到有很多嫩一点的豆子已经被风吹下来了，哎，挺可惜的。不过扁豆的藤是可以再长回来的，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花和更多的豆子。这一边过来就是我们的甜瓜和香瓜，一样的，它那个藤已经被风吹得从线上给挣脱掉了，我们后面会重新把藤绕在线上，那过几天天气放晴了以后它们会重新长回来的。中间这里是一些秋季的茄子，除了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叶子没有被损坏，那个枝杆没有断掉，它过几天能够直起腰来继续生长。这一排的秋黄瓜，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这个黄瓜藤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其实呢，因为它正在开花结果，要有很多嫩的那个果实被风吹得有些已经断掉了，而且呢黄瓜在我们这里已经接近季节的尾声了，不可能再长得很多了，所以这些黄瓜我是觉得不会有很大的收成。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批的芸豆了，从它们现在的样子来看应该是受台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过几天这个藤会长起来，应该很快就可以开花结果了，说不定我们今年秋末冬初我们还有芸豆可以摘，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们再稍微的逛一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走道里面还有很多的积水，今天早上我们还下了很大的雨，池塘里面的水也满了，排不出去，估计还得等个半天才能排出去。那边上这里是我一些老的丝瓜藤，已经接近季节的尾期了，我过两天就要把它清理掉了，这样可以把起凉的蔬菜给种上去。你看我这里还有很多韭菜，如果需要韭菜根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过了这一批我就没有了。
这一床是洗凉的夜用蔬菜，有小青菜、快菜、夜用的芥菜。虽然早上淹水有点厉害啊，但是水退下去了以后，你看蔬菜反而长得更加的嫩，更加好。边上这一排是西红柿，受台风的影响不大，因为本身长得就不是很高。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池塘，你看啊，全淹到边上了。我们在放在上面那个椅子被吹到池塘里面了，可以想象昨天啊一整天下了多少的雨，刮了多大的风。今年我们这个池塘一直都是属于低水位的状态，因为今年特别的干旱呢，一直没有下雨，然后一下雨就是大雨、暴雨、台风的。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太反常了。这是我们的大芭蕉树，经历了两次台风，叶子都被撕得碎碎的。正在说着，我们现在又下雨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兔妈的视频的话，给兔妈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asiangardentable.com 购买蔬菜种子、铸铁炒锅。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